每日亲近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得着亮光。创世纪第116天，创世纪37章25至36节，约瑟被卖。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将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吕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护卫长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哥哥们嫉妒父亲对约瑟的偏袒，将约瑟以20块银子卖掉。20块钱是当时买卖一个5岁到20岁男仆的身价。哥哥们没有杀约瑟，而是将约瑟以奴隶的价钱卖掉。他们竟把弟弟当奴仆来对待，没有兄弟的情谊，可见在他们心中对约瑟有多恨。这让我们再次看到嫉妒让人无亲情，蓄意贬低别人的价值。罪让人心变硬，让人无情无义。这些哥哥们把弟弟放在坑中，想杀害弟弟，却还可以坐下吃饭，一点也没有心里不安。罪真是可怕，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的心一点一点地被罪腐蚀而麻木不仁。约瑟的哥哥卖掉胞弟，也是因为不想向他低头，被他管制。我们生长在竞争剧烈的社会里，不知不觉就会像耶稣的门徒般彼此争相为大，想要凌驾在别人之上，期待打败他人，使人降服。我们不但不应追求统治他人，也要学习接受别人的领导。若是领导我们的人比我们年轻资浅，我们更要把握机会学习谦卑及尊重上帝的主权和安排。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由于雅各的偏爱，使约瑟受苦，也使自己受苦，被儿子们欺骗。人犯罪常常不只是自己受苦而已，连带着我们周遭的人也和我们一同受连累。我们实在需要警醒，不要给罪留地步而受苦。
昔日雅各如何欺骗父亲，今日同样受儿子欺骗。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恶有恶报，行恶会自食其果。许多时候我们作恶犯错，上帝当下并没有责打我们，但我们必要承受所做之事的后果。当我们失丧亲人或遇到很大的打击，会感到万分难过，甚至不肯受安慰，那时该容许自己难过悲哀。悲伤不是一种状态，乃是过程。我们一方面要容许自己悲哀，另一方面却不应长期沉溺于悲伤之中，以为悲伤永远不会平复。待悲哀一段时间，若心情好转了，就当思想上帝的应许以为安慰，并投入工作，有目标的生活来减轻悲痛。在这处处计较、时时比较的世代，主啊，教导我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将我的手足关系仰望在你手中，教导我调整我，使我能合你心意。导读神的话，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我们赞美你。主啊，万事都出于你，在你满有全能，求你帮助我们谦卑地顺服在权柄下，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阿们。是的，主耶稣，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你的，你所设立的权柄原是好的，是要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每一件事情都有次序。主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你的心意，但是我们在跟权柄的关系当中，或者有受伤，或者有被提息的，让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你要叫爱你的人得着益处。谢谢主。阿们。是的，感谢主，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仰望你。Amen。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觉得权柄是压力，是重担，甚至使我们感受到无能为力。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释放我们与权柄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要得着自由与释放，带领我们信任主你的拣选，并且更多的为权柄来祷告。阿们。主耶稣，是的，求你带领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为权柄祷告。Amen。 求你将智慧、见识、力量和决心赐给所有的领袖。Amen。 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健康和安全，给他们有充足的体力。Amen。 好叫他们能有能力继续在神所赏赐的位分上持续带领神所赐给他的羊。阿们。是的，主耶稣，你保守权柄的心，也求主来保守权柄更多的敬畏顺服你所设立的位分。求主帮助每一个权柄完全的依靠神，顺服神，把所有的重担都卸在你的脚前，凡事专心祷告祈求。我们将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神祝福我们。